大牛哥，这边请各位介绍。来，徐小豪，徐小豪，我给他个。我们现在有博士生在这里，你的气质水准。没有啦，我说实在话啦，因为刚好提到呢，牛哥才刚刚开完在台北的这个个人演唱会。是，可是说实在话，因为呢，他的演唱会早就已经开遍世界巡。